没有人联络，后来的生活我都是听别人说，说你怎么了，说你怎么过，放不下的人是我，人多的时候就待在角落，就怕别人问起我，你们怎么了，你低着头，捂着我连脸灯都没有，电话开始多，从不对我说，不习惯一个人生活，离开我以后要好好过，把打扰到自由的我，都这个时候竟然在意着别人是怎么看我的，拼命的承认不是我的错，是你要走，眼看着你难过，面流的话也没有说，你会微笑放手，说好不哭让我走。